今天至少让黑白活，最好让大家这么伤心艰苦。你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步骤来对付爸爸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来，啉水。晴天啊，你虽然是白活，啊，不过我未解开进情，嘛是危害着性命呢。你的病情未因为安尼就较减轻。啊，不过总比完全无办法较好啊。咱至少今天阁有机会，会当完全好起来。啊，若无可以安尼哦，为了要保着宝宝，感觉忍受病痛一搏，可以安尼，我真正心足疼的。是啊，今天若是较自私的，接受手术也是化疗，因为安尼伊巴肚内面的囡仔无去啊。等到真相大白的时阵，一种后悔甲遗憾嘛，绝对会针对一世人的。这个甘道生哦，心肝真正是有够量毒的量毒啦！啊，为着伊家己啦，别人巴肚内囡仔也要甲人牺牲啦。啊，若无因在对阮当家，或者恶毒纠缠，害阮阿公就蛮清理，阁风霸承受，两家散体，失去亲人的痛苦，阁母家甲阿伯你。便是外孙啊，这江道生啊，真正比正室阁不如。哎，是讲啊，哎，啊，你哪会提着外汇去解读这五千红银啊？啊，就迄天，我伫咧病院看到你甲子彤咧讲话，然后就……哦，哎，有啦有啦。阿姨讲哦，我这手哦，我就回到自从皮包顶头迄个铁链那啦吼，阿就流血啊！对对对对对，阿自从哦，伊就提物啊哦，替我止血啦啊！给当的，是嘞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没事。给当的，你就卖怪丽萍啦。不管安怎，乌切这部分我有甲主动来。哎呦，嘿，等等下啊，我什么都无讲啊，你马上就跳出来哦，要维护丽萍，你是惊我这笔鱼哦？我查某人，我当然要甲保护啊。若是讲等等，你需要一个人啊，站出来回击你，安尼我来啊。哎，这个出马啦，等等，是的啦，是的。哎呀，这也唔通安尼讲吼，这先人拍过啊，有时错，脚步打叉，啥人无啊？尤其是哦，家己亲骨肉拄着这款代志，换做别人哦，伊咪原谅啦，吼、哦！哎、欸，你咪安尼啦，我拢徛喺遐，我看到足眼油的咧，哈、啊！来，大家坐。啊，拢是我唔好啦，害你承受这么大压力。晴天，这一切拢是江道生冒出来呢，伊才是罪魁祸首，那是你啊。等等的啊，我非常认同哦你的推断呐、啊。我咧想啊，这江道生啊，伏在个文静身上啊，应该这时间啊，已经差不多啊啦，那无。伊未去煽动丽萍哦，暴露家己的身份，我想话应该时间足够的。无唔对啊，我想时间剩无偌济啊。啊，若是江道生分配伫个文金职工身体内底超过期限，会安怎？这我嘛唔知影，毕竟我所在。过去无人安尼做过，啊，阮爸入去嘛无啥。我江道生这么着急要摕到迄乌册，这就表示讲，伊在金的身躯内面，若是超过期限，一定会有无好的结果来发生啊。那咧上坏的结果，敢会是魂飞魄散啊？这嘛是有可能。
啊，那安尼就予伊继续踮伫个文景职工的身体内底，啊，超过期限，啊，等着伊家己魂飞魄散就好啊。袂用啊，那真正是安尼，伊无去啊，啊是啥会当替你改病符啊？嗯，啊，那安尼就赶紧想办法予伊改拄我的病符就好啊。今天。你知影你家己毋是真正泡袂了后，你的态度变作乐观的呢？是啦，啊虽然哦身体也是同款艰苦，啊不过我即摆心情哦较轻松啊。心情若有较轻松，病就会较紧好啦。虽然讲啊，这晴天拄则讲的这风啊啦，下趟试看卖啦。也毋过，到底结果是安怎，咱也不知啦。我是惊哦，万不得已伤害到文金，安就不好啊咧。哦，确实是安尼呢。金美这个人我上了解啦，伊是安尼正直啦，伊阁坚强啦。啊，若是照伊的个性哦，早就应该出现啦。一定是哦，去予迄江道士，毋知用啥物邪术甲压掉的，予伊袂当出来。一定足痛苦的。上惊是伫个期限内啊，江道生若是无法度转伊个身躯啊，到时阵伊会直接对王文金下毒手，若是安尼就真正悲剧啊。即摆吼，丽萍啊，已经改拄即个乌漆黑的阿红了嘛，对不？我认为啊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，会当啊。从江道生哦调出来，无唔对，到时阵有雷平的法力，啊，佮有将军的金光柱，咱着去把江道生的魂魄啊，逼离开王金的身躯，而且嘛，予江道生的魂魄，无再着转去伊肉身。所以我拍算提早办婚礼，趁这个机会，设一个桥，把江道生引出来，安尼才会当救阮爸。小姐啊，啊你敢真正要安尼做啊？毕竟哦，一直到今嘛，咱也是无法度确定讲金妹的魂魄是毋是有伫伊的身躯内面啊。我真确定，因为我亲目睭看到阮文金爸爸的魂真用力，想要挣脱江道神的控制，只是为了要甲我讲一句：亚姐，危险。阿姨，你大姓大名，坐下来啊，再搁讲啦。姐，你嘛是啦，来，先坐。虽然迄个时阵，干那几秒钟尔，啊，不过我真确定，迄个眼神，就是我文贤爸爸，我无可能放伊唔管。若是安尼哦，就袂当阁拖落去啊！我想诶，今日一定就想要捡出来，牵你诶手行红毯，啊，亲身哦，甲你交个信台。我嘛是安尼想诶。金玉，你毋是为试着家风甲迄个叫魏先生查某囡仔，结果安怎？因两个真正是有熟识啦，也毋过因两个毋知伫个旧厝内底冤啥物，冤甲足严重诶。后来经过我咧甲伊问。魏先生毋才讲出，伊暗恋家风已经暗恋足久个啊，也毋过伊甲家风告白煞互拒绝，毋才会愈讲愈无欢喜，冤到遮尔严重。那安尼啊？我甲阿嫂认为这件代志无遮尔单纯，也毋过阮哥甲魏先生讲法是共款个。啊对啦，家风个 DNA 鉴定报告咱大家拢看过啊，假使讲伫个疗养院内底迄个家风。唔是原本的家风，在咱面头前，这家风又搁变甲较差无同款。我咧想，敢咪是又搁受着江道生法术的控制，唔才安尼。我只有安尼才讲会通啊！啊，若无因咧公司上见缝插针，一直做出对永兴不利的代志，甚至发生财务危机，又搁渗透阿伯投资食品加工园区计划。别说单没有赶快，是真正不合理啊！那是安尼哦，
咱就要先顺家风的意啦。啊，唔啦，就要让代志继续发展落去，甚至咱就要想办法，把这个计划变搁较大，看是不是会当顺风杀刀枪，把这后面操控的钢刀先给丢出来，做一届好戏。